刘阿姨，从今以后，你不仅要为我保守秘密，还得要保护我。我们家。哎呀，阿姨啊，你可后悔了。是啊，你看我们今天正好过来收利息，看这房间里灯亮着，敲门一看，哎，一个酒疯子，是啊，他在这叽里咕噜的说，这就是他家。你说这是你家，这是你们能不能先把他放开？他是我老板啊，老板，你老板。哎呀。你受受你，你看你，你怎么臭男朋友啊？也不跟阿姨知会一声。这个钱晚一点还没关系的，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，那阿姨可是必须替你把关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我们还以为你把这个房子卖了，人走了呢。你说我不还钱吧？那是啊。他很穷，但我有钱。你快去，赶紧去。密码68。 哎，给我！哎，江总，快快快！你欠我这么多，你爸欠我们那么多年的钱，今天终于还上了。这利息啊，大爷大妈也不要了，你也不用卖这房子了，这男朋友真好。不是，哎呀，李阿姨，有没有啊？真能干，找了一个这么好的老公，真有出息。快快快快快！是吗？ 哎呀！别别别别别他的钱！这就欠我这套还了。以后不要再打扰我们。如果你找我，我是江氏集团。来来来，这个清账啊，必须得有个凭据。你别碰！你们别碰！靠拢一点，别亲人一点。哎，不要不要。 怎么有？我们没拍上啊！再拍一张，再来一张。所以你究竟得的是什么怪病啊？简单来说，就是我一旦沾染了酒精，不管别人问我什么，我就会答什么。所以我一直很谨慎，在外面滴酒不沾。刘阿姨，你不仅要为我保守秘密，还得要保护我。我们家就是做酒的。 要是被人家知道，你对你新债主就这个态度啊？我可没要求你救我啊，我自己的债本来就该自己还。我帮你还债，是为了让你投入工作，为我和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。简单来说，以后你的身心全部属于我。 们江氏集团，行吧，吃人嘴短，拿人手软。以后啊，我就为你们江氏集团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但是江总，你看现在几点了？你可以回去了吧？去哪儿？这不就是我的家吗？我帮你还的钱。 你在江氏集团工作到65岁退休，也还差很多吧？剩下的就算在房租里，有人吧？你也听到了，我爸已经走好几年了，除了债，留给我的就只有这个房子了。哎呀，你说你住在这儿，我就得搬走，但是我现在也没有钱，你就不能？